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拳皇2002的哈，一个风云再起的敲神拳对一个叫做街机小分子的一个对决哈。我们来看一看两局哈，这一次敲神拳是大意了哈，一上来就被秒了，光速秒杀非常的快哈，打了一个 perfect。敲神拳好歹也说哈，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牛逼人物哈，这一次被打了之后，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啊。好，这一次一上来哈，金馆长非常的牛逼啊，一顿降龙十八腿啊，这个是20级腿啊，反击回来哈，挣回一点小面子啊。来看看这个小分子的这个霸神，他二发的霸神也是非常的这个很霸气的哈。好 ，AB 之后拆头，好，这一次 AB 之后抓到谢风了，啊，直接给一套了哈，连续的削圣龙哈，圣龙之后，然后金月音。这一个八神女才华跟上，残血很帅气哈，这把敲神拳好像有点真的是大意了哈，以为这个小分子没什么料哈，没想到这个八神打得如此之强悍啊。敲神拳的这个猴子好像打得一般般啊，我们看看他这波能否顶住这个八神的压力啊。好，操作下盘哈，下逼起手接一个必杀之后，看看如何继续压起身，哎，被跳出来了。哎，帅啊，这个抓速度非常快啊，迅雷不及掩耳接上八智女，一个超杀的八智女啊。哎，闪过来还是没有用啊，看来这一把要阴沟里翻船的感觉。萧成全啊，第一把呢就被这么拿下了哈，再怎么说也是很牛逼的哈，我们看看他这一把能否挣回一点面子啊，阴沟里翻船哈，得搬回来。这一次呢他八神啊，开头啊，看看这一把如何打。哎，开头不是很好啊，被抓了。好，重拳三回，直接脚刀反击。哇，可以啊，空中就这么踩了哈，非常脚。好，勾到，直接一套哈，这一套连招伤害也是非常的高啊，直接就秒了。应该得拿出一个穿山的气势啊，才可以震慑对手啊。不然的话小混子都要爬到头上来动土了呀。开局倒一倒脚哈，但是被抓住机会了。好，猛压在板边，对手后能量闪之后就想了谢风啊，萧晴泉的意识非常好啊，不但躲过了之后啊，还直接给了一套，再跟上扎起来，哇，伤害挺高啊，直接拿下了啊，一个失误啊就足以致命啊，可见他的这个风云的哈，这个功底非常的深厚。喂，好，百合折被防住啊，战逼之后再百合折，始料不及啊！哎，又想干嘛呢？这次跳起来了哈，又是一波反杀，看来穿三不远了。哇，被打傻了哈，被各种抓呀，风险啊！哎，这一次想来一个裸杀没裸到哈，直接被抓头反击一套，还在空血的时候能否反杀吗？还是会直接穿三？哎，跳起来直接葵花磨死了啊，拿下扳回一局哈，扳回一局面子局啊。好的哈，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修修不易走丢。